你觉得这样大概年轻几岁？至少20岁啊。是阿奇，今年45岁，目前是手工皂的负责人。28岁左右就开始慢慢掉，但是真正变得掉的越多的时候，大概到35岁左右都呈现现在这个状态。现在45，出门都要戴帽子，到任何地方都会有点自卑感。没有头发，然后出了门，人家会觉得。跟老婆出去反而会觉得我是他的爸爸的那种感觉。有这样被认错过？有，很受伤心的。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更有自信。现在在西螺的休息站，待会呢我们要去高雄帮一位法友即刻就发，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我们就会抵达。那到底他的状况怎么样呢？我也很好奇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即刻就发，还你头发。哇，我们今天从新店捷运站出发到现在是来到高雄田寮，帮助我们一位朋友来还原他应有的发量。哎，我看到他了，来来来，我是阿奇。阿奇是不是？帮你别个麦，第一次见面吧？第一次见面，这个没有造假。什么样原因想要来报名即刻就发？想要让自己更有自信一点。今天高雄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所以佩戴热发片，如果很热的话，我相信你是戴不住的。对，等一下也可以顺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那现在话不多说，先送阿奇上车哦。来，有请，请上车。谢谢。很明显看到阿奇的头发又要来修补的。那我有100%的信心，绝对让他满意，而且还原到天衣无缝，非常的自然，信不信？拭目以待啦。这边都是石头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我们今天外景的地方，来到高雄田寮的石头庙。哎，这个石头庙由来呢，它是1994年的时候呢，有数百名太老为了感谢庙方对他的照顾，所以特地用石头跟贝壳，然后没有土哦。自己就这样搭建起来这样一个石头庙，非常的厉害，感觉就是非常用心啊，才有办法把这个庙盖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没有一颗是一样的，就跟人的头型一样，然后它是这样拼接起来。那也经历过了九一大地震，你看它的结构都是非常好，所以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神明的威吓。如果有来高雄田寮的朋友，不妨来参观看看这个石头庙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。你觉得这样大概年轻几岁？至少20岁啊，差很多哎。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改造，我们很期待看看阿奇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。这位是加拿大，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3、2、1，欢迎阿奇。哇哇，不一样不一样哎，阿奇哦，你觉得呢？很棒。阿奇今年多大年纪？45岁。落发多久了？十几年了，28、9岁就开始了。那时候老婆就已经知道他头发的状况，然后来。那时候没那么帅，原来。如果那时候头发比较少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真的选择他？应该会哦。那你那时候有尝试过用什么方法来对抗秃头？含咖啡因的洗发精。然后效果呢？就像这样。怎么会想要报这个即刻就发？想要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更有自信一点。观察了多久？半年左右，觉得其实100%可以信任。我这个应该还算是诚恳。对。那老婆那时候觉得你会不会担心她会不会一上车下不了车，被绑架？应该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开车。会担心剃发吗？不会，想说是要出门给人家好看的，所以可以这样子出门给人家看就 OK 了。有舍有得嘛，对对 对, 對，更何况他不是把你毛囊弄死，对，他还是会在长长。阿奇本身做哪方面工作？在做手工皂，教学吗？有教学。在教学情况下，外在会有影响，比较不好意思去面对来上课的学员，他们会说：“哎，你可以室内啊，可以脱帽子啊。”哦，你都戴帽子是不是？我会戴帽子。对，当下没有脱吗？没有，我会说，我这样比较帅。他们知道你头发的状况吗？不知道。其实这我很能了解。因为我以前还没有使用科技假发的时候，我的帽子超过100顶，是因为当时帽子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一个修行。可是你会觉得帽子真的有时候不透气，对，因为它透气孔就6个孔，然后在戴的时候就会整个有点晕，然后也有点痒，然后又不好意思脱帽子，然后就算里面都是汗水，你也没办法去把它帽子拿下来擦一擦。对，可以近看一下它那个是自然啊衔接什么，是不是真的都看不出来？那我觉得非常棒一点的，它这发际线很厉害。
它不是那种一般只是剃白，然后一个发片盖上去，发蜡抓一抓这样的方式，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发片、啊。对，你自己满意吧？非常满意。满分十分，你可以几分？十分啊，就直接可以一百就一百。我们老婆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回到小时候的感觉。回到小时候，当然是他的时候。你们结婚多久？15年，16年。我们认识超过20年。怎么认识的？相亲吗？不是啊，是啊，可以这么说哎、欸。OK， 对，因为我们很多法友其实长得也很帅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单身，总是不敢跨出去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说，头发一回来，你会觉得自信心整个又再燃起了。有，先拿到爱情的入场券吧。对，这我常讲，你总不可能说，哎、欸，这样子要去跟人家讲说交往可以吗？我很真诚，我没有任何的虚伪，看我这样配的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这样自由自在。有头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比较尴尬的事？就是我们去黄昏市场，所以固定去某一个摊位买甘蔗鸡。我带我老婆跟我女儿去买的时候，老板不在。去晃了一圈回来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就说，那个隔壁水饺摊有说，有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要来买东西这样子。然后我有想到，应该是你们有错啦。对，而且爸爸带两个女儿是。对，但这一方面也是因为老婆嫌年轻啊，是，然后我们又太嫌老，对，就是产生这样的落差，对，所以会让摊贩以为你们是父女，对，啊，老婆听应该很开心的，非常开心，但是对我们来讲不公平啊，其实我们岁数也不大，现在看起来就真的好很多，嗯，你看修饰回来，真的，那你那时候没有考虑说剃光头？那时候还真不敢，对，不适合啊，对。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之前跟家人出门都会戴帽子拍照，要去玩一些游乐设施，比如说云霄飞车啊什么，帽子都得拿下，所以就很挣扎，不太想要去做，甚至帽子不想拿下来。现在在庙这边，如果进庙拜拜，哦对，也是得拿，也是得拿。其实你刚上车之前，我看你满头大汗，你现在配到现在还 OK 吗？ OK， 很舒服，很舒服啊，不会有那个感吧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这是真的，我们不造假的，真的真真实实的，我们也没有谁好，有什么缺点？缺点没有哎、欸。就是带着带着就很像东西是自己的，就自然而然的。对，我那时候没有考虑说去植发，完全没有想过，因为觉得好像会很痛。老婆呢？那时候有没有建议她去植？因为爬过我啦，然后植了好像还是会掉。这是重点。对，雄性秃植发啦，大概两三年左右，它植了还是会掉。就算医生跟你怎么讲，除非医生敢跟你保证，那但不是说叫各位都不要去植发，不是雄性秃，尤其女生去植发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雄性秃去植发。除非你要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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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永远，永远都要植，还要吃药哦、啊。对，还要吃药。这女生像她就很 care， 吃药就会造成男生的这个某方面障碍。那要讲的是纹发吗？没有，因为一样，我是很怕痛，只是把头皮上黑色而已。对，但是因为你不是平头，纹发最好的效果就是全部是光头，光头去纹发是最好的。但是纹发还是有个缺点，我现在还是要把它这解密，就是它会褪色，它会从点状变。块状，我想问说，太太对于就是男生使用发片，会觉得男生不应该用发片，或是爱漂亮，不会啊，还可以常常换造型。我刚听到你做手工皂，其实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手工皂很多都是草本，有没有那种草本手工皂可以生发？它没有办法生发，但是有在做的洗发皂，控油的那一种，就抑制你的油脂分泌啊。对。那你有没有去探究说为什么你会秃头？我觉得应该是遗传，像我妈妈本身发量也很少。然后我爸爸那一边的亲戚几乎都要么就 M 型秃，要么就圆顶秃。既然遇到了，我们就是想方设法解决。对，真的。未来或许有一个医学或科学可以让我们长回头发，或是吃个药打个针，头发就回来了。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，我们还是得自救。对，不然我们的青春一天一天的逝去。嗯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先掌握住呢？对，最后。有什么想要跟目前如果跟我们一样正在对抗秃头的朋友讲一些话，你的感想？佩戴起来非常舒服，非常舒适，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使用这个 YouTube 的科技假发，非常棒，真的。我常讲说，对抗秃头少花冤枉钱就是赚到钱。对，真真实实能帮你还原改造的，我认为我们家的科技假发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你现在随便走出去，如果有人发现这是假发，真的，我这一顶就送给你，我本来就送给你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个仪式感，好，代表说今天让阿奇对抗秃头成功，好，那经由你的巧手就把它戳破了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哦，从此告别秃头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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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从台北出发到高雄，这边是田寮，虽然路途有点遥远，但是看到阿奇改造成功，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动跟开心。你跟我跟阿奇是不是一样？
也面临到秃头困扰。不要担心，不要客气，尽管报名来，一旦录取就免费把车开到你家为你改造。那下一位改造者是谁呢？等你来报名，期待下一次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对啊，女儿多大？14岁。老师，蛮大嘞。对。哇，那你们很早婚哦。我就趁还有头发的时候赶快结婚，这很重要。趁还有头发的时候赶快结婚，这也是之前我朋友一直跟我讲说，真的你快秃头了，你赶快去找我女朋友结婚的啦。这是真的。我今天才知道这是原因。哈哈，你中计了吧？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